三来，拉西嗦，拉西嗦，拉西咪，不错哦，是的，拉嗦拉，拉西嗦，拉西嗦，拉西嗦，拉西，请问你的指法要小心，西哆拉嗦拉嗦西，你的指法要是。奇怪，要你用第二指，你就要用别手。那我要你用，我还没啊，开始。吊音，所以要瞄准，来再次。开始，这只啊，这只啊，你要三步都会弹，开始。再次，而且是跳音，开始。哪有拉法？对，所以瞄准，开始。
这样，如果我三步合在一起是这样，一二三四一。照我讲的了，所以你要唱啊，哆嗦哆嗦哆嗦啦，哆嗦哆嗦哆嗦啦，一二三四一嗦哆，就要在利用休止符准备下一个音的位置，不是利用休止符休息。休止符不是拿来给你休息用的，是拿来给你准备去寻找下一个音。下一组声音在哪里？除非它真的是已经结束了，因为通常给你那么长的位置时间，就是因为它的位置会改变了，所以给你时间去找，不是叫你休息哦。休息。